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obin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想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哦。可是呢，我中文不太好，所以我会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演绎出来，表达出来我想说的话。然后我刚刚写的，所以不好意思，如果不好的话，不好意思。Hope you guys liked it，记得要订票哦。